到底默契如何。好，我数一二三，你就要指向那一个人。好，谁胆子最小？一二三。哦，哎，雨诺，我猜，为何？为何？因为我怕的东西很多，我怕水，怕高，怕蟑螂，怕老鼠，怕游乐设施，怕死，怕鬼。怕阿飘，雨诺，我们是姐妹，真的吗？我们是姐妹，我们是姐妹，我也是，不是怕的很多，我也是，真的，我也是怕死，怕老鼠，怕蟑螂，怕晒，怕太阳，怕雨，我也是怕冷，我也怕晒太阳，怕雨，怕水。头发、脸不喜欢放在那个水里面，听到呜的，忘年之友，那个洗澡的水他真的都怕。好，你赢了，这个你赢了。我洗澡的水我还好，你这个也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就是个胆小鬼。天山，是个胆小鬼，看起来不胆小，但其实很胆小。你是家里最小的吗？我是独生女，家里只有我一个。你看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报道，就是说这个家里的排行啊，会定下一个人的个性。所以独生女就是娇娇女嘛，就是可能爸爸妈妈都很疼爱，然后很呵护，然后没有竞争，没有比较，所以你怕你就怕妈妈说 OK 没有关系，我把水关。掉哦，是这样子吗？他好像不会很娇，我不会很娇，但是我怕东西是蛮多的，他只胆小。我也不娇，怕东西怕了很多。OK。